张柏芝传出秘密产下第三子，让外界传得沸沸扬扬，经纪人不愿多说，他的母亲也三缄其口。最近他出现在歌手许廷铿的 IG， 亲切入境帮对方拍影片，帮许的新歌拉票。在这段影片中，张柏芝虽然略为素颜，但看来气色超好，不太像是生产过后，若是刚生完，实在是天生丽质。张柏芝昨晚现身 IG， 帮好友许廷铿宣传新曲，许廷铿得到张柏芝的大力相挺，不止在影片中大喊耶、yeah ，更写下周末惊喜，重量级嘉宾拉票，庆祝杀入十强。网友也羡慕说，柏芝爱心厉害厉害，还有女神张柏芝